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unice 陳家庸。我覺得抗疫期間呢，都會咧衍生有好多廚神出現嘅，因為喺呢一個時期咧，好多人喺屋企冇嘢做咧，都會煮嘢食啦。其實我自己都係其中之一位嚟嘅，所以咧完咗呢一個疫情之後咧，我相信咧會有好多廚神出現。有啲醜樣，但唔緊要啦。繼續加油 ，We stay home for you。